Schau mal so mal.每个人都要承担痛苦。爱，它可以让我们变得坚强，也是成功的动力。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念大学。什么？你有没有带纸？哦，我也是好心的。你有好心？我没有好心吗？我不是好心人吗？你还在怀疑天外飞仙是我泄露的 ？OK， 天外飞仙那件事情是我误会了你，我可以跟你道歉。OK， 我也接受你的道歉。然后呢？你还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了。你把我关在机房那事怎么算呢？怎么算呢？你先把围巾上的鼻涕给我洗干净，然后你就请我吃饭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你想吃什么？鲍鱼串串香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把鲍鱼去掉。OK。我不想人财两空。不离。他去厕所了，基本上算是安抚住了。我估计今天得喝点。放心吧，喝多了我就送他回去。哎，我跟你说了。这东西洗完要不晾吧，它还能再呕臭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给你洗干净了。谢谢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神神秘秘啊。苏一。你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？妈叫姑妈，我呢今天下班去地下停车场开车，碰上你哥，他说你很不高兴的离开了，让我跟上去看一看，别出什么危险。是，我都看到了，没关系，反正也不止一次。啊？
可以的话，我也想跟你结婚，我想给你生个猴子。你太不仗义了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还请你吃烤串。我没有，你太逗了，这个我怎么就不仗义呢？难道我不应该给你留点面子吗？我讲文明懂礼貌，有错吗？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那行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但你不许跟别人说，你要敢说出去，我会杀了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张小娜很厉害的，我厉害起来连自己都杀。下面要说的话是苏一让你跟我说的，还是你自己想说的？我要跟你说。OK， 你说吧。其实我觉得你跟我表哥除了不般配以外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心里面还爱着佩姐，因为佩姐真的是他第一个深爱过的女人。你知道男人都很难忘却第一段真爱，而且佩姐对他也很好。你等会儿，把你刚才说的这段话的第一句话重复一遍。我知道这很残忍，但这是现实，你必须得接受。他的确很爱佩姐。不是这一句。我说我除了你跟我表哥不是很般配以外，我们哪里不般配？不是。我们怎么不般配了？没。他个子高，那叫最萌身高差。我知道，你跟他们一样，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同一种眼光在看。也不合适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他拒绝我也没有错，对吧？是啊。OK。你为什么不陪我一起喝？我哪能陪你啊？咱总得有一人醒吧，你万一你要是躺下了，我得给你送回去啊。喝这个能喝多呀？没听说过。服务员，我来一个二锅头。小瓶的。饭都做好了，你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那你给你姐打个电话呀。你觉得这种情况下我敢给她打电话吗？有什么不敢打的？要打你打，我不打。那算了，别打扰你姐工作了。我说爸，能不能有点立场啊？我怎么没有立场了？啊？好了，反正我也饿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不行，必须等你姐。我是有立场的人啊。
必须等。于小维，回来了。你姐回来了。我是来给你捧个人场的。刚才的会议决定，由文天心来主持这次的战略发布会。我们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大 IP 项目毕竟是他一手拿下来的，而且他也毕竟是合适的人选。德一小娜，没问题，我可以服从公司的安排。我就知道你最能体谅我的苦衷。不过还有个问题，我有点担心。文天心毕竟没有操作过互联网节目，所以为了确保节目质量，我希望你和你的团队能全力配合他。是配合还是辅助？有什么区别吗？有。如果未来深度合作的时候发生什么重大的分歧，我明白。那么既然这个大 IP 项目是他在推进，你和你的团队就暂时由他领导吧。这是公司整体利益的考量。再者说，最近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项目，利用这段空档期好好调整一下吧。那个大的 IP 项目什么时候开始启动？大概四天吧。如果这个时候我有我自己的大项目，我可以保留我的团队吗？原则上可以，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得去哪儿找项目？事在人为吧。既然老徐你把话放这儿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告辞了。
我听说他们用文天心做主持人了，怎么回事？你问错人了吧？你应该很开心啊。比起像我这样的搭档，文天心可算是个红人啊，多漂亮呀！你听好了，丹顶鹤，我来这儿不是看你笑话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是想把事情弄清楚。你去弄清楚啊！你别老像一个河豚一样动不动炸刺儿，可以吗？我就是河豚，我就炸刺儿，就炸刺儿。你把口水喷到我脸上。我是河豚。Jesus Christ, you are crazy. You fuck off. 哥，没关系，让他知道也无所谓。这是我表哥。再说你这么高的个子，你也不会丢我的人。他是我表哥。啊，你等会儿。我听见了，不会。你也是来安慰我的吗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其实我是跟你讲那个合同授权的事儿。我想了一下，你找马龙还有文天心，好好说说，把这事儿大事化小。我。是，我知道很难，你。OK。我可以听你的。这最好的方法嘛。还有徐总今天那个决议啊，其实他不容易，你是他得力干将吧，体谅他一下吧。好了好了，这段心里不好受，再想想想想会想通的。哥，天外飞仙的事呢，我去想想办法。谢谢。苏律师，有什么话不能在办公室说，非要到这儿来？办公室人多嘴杂，让人听见了，传出去就不好了。不知道苏律师有何指教？我觉着，我作为全胜的法律顾问，有必要提醒一下二位，你们拿到那个 IP 的手法不太正当，还是放弃吧。要不然作者完全是有权利控告你们的，那到时候。公司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，二位呢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不正当交易，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用个人的隐私胁迫作者签下合同，这个手段正当吗？那在法律上完全可以判这个合同无效。苏律师，作为律师讲法律，你得先拿出证据来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挟 IP 作证？小心我告你诽谤！证据当然是有的，但我还是要提醒，如果真的到了拿出证据的那一刻，二位恐怕就没有退路。等你先拿出证据再说吧。我真的希望您能够慎重、慎重、再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，这个量级的项目。再加上我们要和我们的对手在战场上正面竞争，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考核优秀人才的实验田，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团队领导者。公司这么决定是公司的考量，我认为这个考量有失公平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，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出去吧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。
哎，您好啊，还是我。天外飞仙还没有跟您联络吗？啊，好好好，打扰了，谢谢。飞仙现在在上海，我一会儿马上飞过去，现在必须马上找到他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有了消息马上跟你联系，拜拜。喂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听到的，电话声音太大了。现在去找天外飞仙有用吗？苏玉说有用就有用。嗯，这条不错啊，符合你一贯的风格。嗯。哎，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太暧昧了？暧昧不好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。既然大 IP 拿下了，我就会在各方面全力配合你，职责所在，剩下的事儿省了吧，累。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发布会。我是本次发布会的主持人文天心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全胜对在座的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。飞仙，其实我都说，真的拿到了，谢谢你啊，苏一。别多说了，走，找徐总。不用了，发布会已经开始了，都快结束了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来来来啊，新鲜的蔬菜啊，来新到的大蒜，个个饱满。来，一买菜的抓紧时间，来来来。哎，来了，今天买点什么啊？这个大蒜多少钱一斤啊？5.5块。5.5块？质量特别好。老板，你这是大蒜又不是水仙，怎么一天一个价？哎，你看好了，我这大蒜呢好像比别人贵了5毛钱，但是质量好，
你看旁边那个，对吧？你要买了那种蒜，全是蒜皮儿，你就上当了。嗯，那您给我来半斤吧。半斤，这么好的蒜来半斤，多买点儿。这个蒜呢，还可以腌着吃，腌蒜腌蒜，能写会算，啊，软化血管，身体保健，好东西，多来点儿来，我给你挑大个的。我姐是得好好加强一下这个算计能力了。这个蒜呢，个个饱满，哎，这大个的全给你啊。那你给我来两斤吧。好嘞，太棒了，来，哎，两斤新蒜。小娜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妈就放心了啊。哎，妈，我想问问你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就真的不能原谅我爸呀？除非我死了，要不就是他张德仁死了，否则啊，没门儿。哎呀，都过去了嘛。我不去。我一想起他让咱们娘仨遭的那个罪，我就过不去。小娜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心软。他骗咱们娘仨骗的还少吗？我知道。哎，不对，你好端端的提他干嘛呀？他是不是去找你们去了？没有，这不是因为你早上给我打电话问我，我才想起来的吗？小娜，你记住了啊！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人就是张德仁，防火防盗防张德仁，记住了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妈啊，你注意身体，挂了啊！啊，那挂了，挂了。妈说什么了？搞得这么神秘？还能说什么？不就怕我们俩跟爸有来往吗？妈跟爸这件事情，你得好好劝劝妈。刚劝过了，没有用。他说了，除非他死了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爸这次回来还是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呀？头发比以前白了。张总你好，哎，今天我是特意请常总监到家里来，我一是感谢你啊，对小维在公司里一直关怀备至。哎呀，他是一个天才，应该的啊，我向他学习。太谦虚了，常总监。那么，另外就是你对小娜的关心。哎呀。我也非常的感激。张总爱喝酒，哎，这个希望你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吧，张总？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常总监今天来啊，还给我带了一瓶酒啊。这个哎，常总监，这个法国的红葡萄酒啊，大家普遍认为82年的不错，因为那一年这个法国的葡萄欠收，对，确实，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。真是渊博。真正好的是你拿来的86年的这个红葡萄酒，因为那一年啊，法国的葡萄丰收了，而且质量特别的高。谢谢。是这么回事？不过我拿的是06年。是吗？可是这个味道很像86年的。是。我尝尝。
口感也很香，很接近，不错不错。来，你们也尝尝。来来来，我们喝一个，你们两位也喝一个。我空腹不喝酒。张总，也好也好。张总，您的解酒系统，吃饱了也别喝。哎，常总监。对，伯父，您还是叫我常青吧。啊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常青啊，那么你的父母是本地人吗？爸，吃点东西啊，不要空肚子喝酒。啊，谢谢姑娘。嗯，谢谢。本地人。啊，好好。那么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做些小生意。做生意？哎，盈利吗？挣点小钱。来来来，咱们一起喝一个。好好啊，哎，我们来吧，张总。嗯，唐青啊，嗯，喝水，谢谢。伯父问你个问题。你有多少钱？登上月球了，挺成功的啊。作为子女的我们，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我以为爸这次不会再离开我了，我以为他已经变好了。我以为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幸福的团聚在一起了，可是这都只是我以为，他还是把我们给抛弃了。
是死在我以为这件事情上。我以为开水不会把人烫伤，我以为喝完酒之后开车没有危险。我们小的时候以为爸爸妈妈一定会跟我们在一起，幸福快乐的生活，一直到老。我们也以为爸爸妈妈离婚以后，我们会生活得很不开心，我们家庭不完整，我们好难过啊。但实际上呢，实际上我们也很开心啊。我们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朋友，有很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。你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你。从小你就很照顾我，我们都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，这些都是生活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必须去接受它。可是我还是很羡慕那些从小就有爸爸陪在身边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说起来好像我也蛮羡慕的。每次爸爸回来，我们俩好像都挺开心的哈。由他去吧，没事。你还要去找他吗？我要去找他。爸每次走了，我都会去找他。好像他每次消失，我都会去找他。这可能已经是我的习惯了吧。反正找不找得到的都告诉我一声好不好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小薇，姐姐很爱你，记住啊。深埋土地，绝浪生长。看眼前一片漆黑，用尽力挣扎呼吸，也不放弃。狂风总将我唤醒，大雨落下把我滋润。不远处谁正经过，可没人在意。我没事儿，我就不能来看你们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两天我越想，我这心里越不踏实。你给我说老实话，你跟张德仁是？妈，他是我爸。不是他配吗？他配当你爸吗？他什么时候管过你们呢？
字写下麦田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方向。黑暗的低谷是生命必然，都要经历，害怕孤独绝望，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